而接下来的艺文活动，一连三天的2021支流森林山谷音乐节，今年缩小了规模，改在秀林乡同门部落来举行，并且邀请了部落耆老和团体带来歌舞表演。而最后一天，更是邀请到了原住民金曲歌手阿豹带来压轴演出，为疫情后的同门部落带来热闹的最后一夜。2021支流森林山谷音乐节，疫情影响，今年缩小规模，回归秀林乡同门部落举办，一连三天24日到26日的活动，除了有原住民金曲全方位唱作王 Mazka、 部落耆老和众多歌手团体都带来表演，最后一天更邀请金曲歌手阿豹带来压轴演出。三天活动特别安排同门特色工艺与农特产品的部落产业市集，还有同门部落驻地艺术家所创作的大型装置艺术作品。最后一晚民众意犹未尽，阿豹除了和现场民众清唱年度歌曲 Thank You， 也与带身体剧场带来安口农庄摇滚。和民众相约山谷音乐节，明年见。记者蒋邦彦，树林乡报道。